想到吧。这里是全国首档全民互动的大型百姓综艺，没想到吧。每一个来到节目的观众都有可能收获最意想不到的快乐，而我们会用整个平台的资源和努力为你制造快乐。来到这里的条件是什么？不需要条件，不需要会唱歌跳舞，不需要有悲惨的故事，任何人只要你来到现场甚至不到现场都有可能收获惊喜，关键是成为主角。所有的明星都为你服务，平凡普通的你就是今晚的主角。接下来会是什么惊喜？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？没想到吧，奇迹即将发生，也许今天的节目里就有你的身影哦。赵刚，有请风趣幽默、妙语连珠的李诞，有请古灵精怪、活力无限的池子，有请活泼百变、热情鬼马的王祖蓝。欢登录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、优酷，观看更多《没想到吧》节目精彩内容。惊喜从天而降，欢乐超乎想象。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由让每个梦想有钱花的有钱花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国首档惊喜互动节目，叫没想到吧。惊喜周周见，梦想不断电，有钱花百度大品牌，安全可信赖，用钱就找有钱花。我们是一个崭新的组合啊，我们是祖蓝、少刚老师、李诞、池子，哎，巧了。可能大家会说，这四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要表演脱口秀？错，我们是来给大家送惊喜的。哎，无论是现场的观众，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我们就是给惊喜来的。第一件事情，我相信大家就没想到，现场在座的每一位啊。我们都了若指掌，信不信？我也不信。送礼物，以物换物，好不好？有谁有纸巾？我要一张纸巾，我不要一包纸巾。一张纸巾。冷静，大家冷静，换到的不一定是好东西。OK， 有一张纸巾，我给你换的都是纸。但是电子书。OK， 还有谁有纸巾？谁？还谁有？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可以换很多，我就给你换，一张纸，谢谢。没想到吧。掌声。祖蓝在换纸巾，我肯定不能再换纸巾了。有喝过的矿泉水吗？刚才你们所有人，我上来之后就说我认识你们所有人，你们不相信对不对？你不相信对吗？周兵没想到吧？那没有想到，我不相信。周兵，你是程序员对不对？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？不知道。你看你的头发掉的，
就是大家看标准程序员的长相，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先抽搐，然后你看一下发型，我稍微动一下，你不介意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发际线它其实是在这使劲盖，其实发际线已经到这儿了，这样不行，要爱护身体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这样，把这个给我，我给你换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好。要老喝凉的，拧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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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点枸杞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气血两虚不行，哎哎，泡会儿泡会儿，所有的程序员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周兵，好好啊，没想到是吧？没想到没想到，现在你相信不相信？我知道你相信相信，你23岁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哇！哇！找一个，你随便找一个。这位大哥是不是叫方雨庆啊？大家都看得出来，长得很帅，就是美中不足呢，就是对吧？有一些毛，有点渣。但是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癖好。就我就喜欢胡子，不会全拔了吧？不会拔。你如果呢答应把你的胡子给我，我送你个礼物，以物易物，好不好？现在给你吗？对。可以啊。稍等一下。啊！啥都敢答应。站住，不要动！哎，来，冲着镜头。啊，真的吗？真要刮吗，李诞？当然，要掌声鼓励一下，我觉得。问呀问呀，这胡子留几年了？这个差不多半年吧。半年。对对对。就是买不起刮胡刀是吧？对啊，所以准备下载个有钱花的 APP 啊。对对。哎呀！哎呀！啊啊啊！吸入。干嘛呢？现在很尴尬。这样吧，刮胡刀送给你，胡子不要了。卡住了，没想到吧？快给大哥！大哥，我都没想到。谁有苦瓜汁？啊什么啊什么？没想到吧，要苦瓜汁、哎我发现你们现在生活怎么那么不时尚，怎么会没有苦瓜汁嘞？对，苦瓜汁不是随时出门都要带吗？现在真是啊，对不对？没带我都难受。程燕，你有没有苦瓜汁？你怎么知道我叫程燕？我不光知道你叫程燕，我还知道你35。怎么能不这么暴露年龄？你的职业是一个活动策划，你有没有苦瓜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看一下椅子底下。这不苦瓜汁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知道程燕为什么有苦瓜汁吗？不知道。因为程燕最近的生活可苦了。是不是吧？是的。主要是因为什么苦？工作。谁关心你的工作？考虑最苦的那部分。心里苦。为什么心里苦？因为有苦瓜汁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说，一般情况下谁都不太爱说家里的事儿。程燕最近苦呢，是老抱怨她老公，抱怨她老公不够温柔体贴，不够浪漫，各种各样吧。你看嘛，你子孙你下场那么难是吧？很浪漫呢、啊、很浪漫呢、啊，没有对象说的时候很浪漫，对象说的就不浪漫。我姐这种意外或者惊喜什么的，一定是有的。就是你希望他给你惊喜，哎，等一下，他从来没有给过你惊喜。去啊！妈冷，把虐心，都把你虐死了。把你虐死了。抱怨自己的老公。哎呦，真实对话。所以我就把这个苦瓜汁我跟你换，我收了。谢谢。但是我得给你还东西啊。
你想要点什么吧？一个新的老公。肯定的。什么也就肯定的，你看方先生那还举着呢，你维护好他啊。老公肯定不能换，人家两口子过得挺好的，就是抱怨不浪漫。我给你的这个礼物肯定是物有所值，咱们说礼物，礼物不能那么庸俗的拿钱衡量。你看给你的啊，程燕。老婆，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，因为我一看到你就开心的冒泡。老婆，你今天不在我变得好怪呀，怪想你的。老婆，我最近想买一块地，你的死心塌地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而你是我的宝贝，我对你的爱嘟嘟嘟嘟嘟，就像拖拉机上山，轰轰烈烈。排练了好久，虽然程燕激动成这样，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疯了。哎呀，听得我这浑身鸡皮疙瘩呀。麻烦以后你们自己去分享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这个礼物行不行？可以，可以吧？非常好。看一看，礼物要有品质，要有品格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就需要纸巾呢？啊，现场好多人都有纸巾，请先给他，快快快，好不好？快快快，送纸巾环节，都是所有观众给你的一个支持啊！来，掌声送给陈建燕。啊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少刚老师，说情话，现场好多人都会说情话，有没有两夫妻在这儿？哦，你们是两夫妻吧？哦，一夫妻，一夫妻，一夫一妻。对。OK， 你要这个吗？要。要。要的话，你要说情话，你会不会？老婆就一直在旁边。眼泪都跳出来了。有纸巾吗？他笑哭了。这还没有干嘛呢？你这个是餐巾好不好？你要说一点情话给老婆听吗？我给你预备另外一些情话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没有。那来，照着念。池子，照着念。照着念。亲爱的老婆，虽然我不会说情话，但我准备了一枝花送给你，它就是有钱花。哎呀，没想到，哎呀，广告竟然是。哎呀，我怎么把广告都忘了？我们的这位伙伴叫有钱花，出身名门，百度的，大品牌，可信赖。不是，你得说有气势一点的，百度大品这种。百度的，大品牌，可信赖。哎，对了，你看你媳妇多开心，因为没想到广告能接这么好。有钱花的梦想是让每个梦想有钱花，用钱就找有钱花，让每个梦想实现更容易，不辜负年轻的努力。由于我念得很好，有钱花决定送我玉爱丽尊享礼包作为奖励，节目组还为我和妻子准备了一栋房子。你劝你不要，你不要瞎念，你不这节目这录着呢，小房想疯了怎么准备了一个大惊喜，少刚老师正在舞台的沙发上等着我们。哦，但是这边 VIP 尊享礼包，先给你一个特别的惊喜 ，VIP 专享礼券。来来来，欢迎二位，上台，有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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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台。欧耿鑫，哎，对不对？对。冯恋琪小姐，对，你们两个有一只狗。对，叫阿柴。对，阿柴就是他送你的。对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全知全能的少刚老师。全知全能，我也是全知全能的祖蓝。你们刚结婚是吧？对对，10月14号结婚的。对，嗯，你们10月9号晚上去吃了一顿饭，而且还点了个横菜。
牛魔王。对对对，少刚老师在那个时候服务你们好久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真的不知道。我一直在辛辛苦苦的给你们提供服务啊。哎呦，小朋友哭啊。哎，你怎么随时都哭啊？当天晚上不是这样的呀，大家看。哦，就那个服务生。他们江湖太了解一下。我们十七桌有人了。有定位吗？哎，来了。十七桌。来三位。来点点什么？有什么？我爱你。牛魔王。好呀。拍黄瓜吧。好啊。你这边黄瓜有什么黄瓜呀？就是一般的黄瓜。一般。凉拌的黄瓜。可以啊。好嘞，稍等一下。完全没有发现。十七号牛魔王，座位慢用。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满意你的服务。服务不满意无所谓，后来我就退出了。你退出了，那吃的还行吗？行。有拉肚子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我拉了吧。哎，为什么反复问味道？当天晚上为你们服务的是米其林厨师。哦，真的。我觉得那天炸子鸡特别好吃。真的，米其林。喂，大叔，快点，等菜呢。着什么急？那我不得炒好了，认认真真啊！你瞧，你看，那我上菜了啊！等，干嘛呀？我不得让他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啰嗦完了没？炒得特别好。做完了，你没有难度啊！还有个凉拌黄瓜，哥，看黄瓜我拿手，来，还稀碎。二位最近去香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香港我地方。遇到阻拦了吗？我觉得现在来看可能遇到了，但我不知道。没想到吧？没有遇到。因为那个时间我不在香港，但是你们在香港干过什么我都知道，因为我香港太多朋友了。你们应该是遇到谁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想一想，可能在什么时候遇到过谁？给妈妈买金镯子，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店员瘦瘦的，我觉得有点像，但是像 TVB 的那个演员，但是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平时不太看电视剧，只是觉得眼熟。哦，你在一个 TVB 面前，TV 的人面前说你不看 TVB， 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没想到吧？对不起。哎，今天现场来的朋友都非常耿直。哦，对，拉肚子也说了，拉肚子也说，就想什么都说啊。小欧，想，没吧？有吗？我不认识，我是程序员，比较宅。哦，你是比较宅。好 ，OK， 你比较宅没问题，我们就告诉你，你遇见的不是 TVB 的，但是也是香港的艺人 ，OK？ 哦，看一下 VCR 喽。我今天来到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。阿 Sir， 这里，这是没想到吧？对接的区，那我现在就要为他们挑选一对，这个吧。拿出看看，这个好看，就卖力一点，给他们推荐这一款啊，还有要给他们多一点折扣。好的，知道了。要多一点哦。欢迎光临。看清楚。三台电话也。哦，对切。请到这边来。我为什么那时候没看到？这边，他们想睇啲分界。
这喝杯水吧。头发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那这个是玫瑰色的，今年也是比较流行玫瑰色。这种啊，不要有钻的吧，我就。你不喜欢有钻啊？对啊。哎，这就是你喜欢。真的。这个我觉得还行，就这两个泡一包吧。哎，他们买了买了。阿萨写的。包好了。嗯，恭喜，好，谢谢。多谢晒。哇，好感动啊！根本就没对上吗？刚才想的那个店员不是这个店员吗？哎，而且他们两个买戒指真好，小冯挑了一个戒指，小欧说啊，别，不要带钻的。好啊，都非常耿直。你俩结婚的事儿，哎呀，轰动演艺圈。知道你们结婚的人比知道我结婚的人还多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我很好的朋友不知道我结婚，他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他们他知道你们结婚，知道你们结婚，请看 VG 啊。Hello， 练琪，我知道你最近完成了一件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和你的爱人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送给你们两个的新婚礼物，祝你们甜甜蜜蜜，永结同心。那我也听说你打算度完蜜月之后呢，就重新步入职场。我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做《创业时代》，希望它可以对你重新进入职场有一个新的帮助。那在这里祝你爱情和事业双丰收。他送给你们两个的玩偶，谢谢，永结同心，永结同心，恭喜，谢谢，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开心，拿着走吧。好啊啊，新婚快乐，拜拜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哎，回来。你以为就结束了吗？你以为惊喜就这样没有了？哦，对，你的作用还没发挥呢。对，坐，重坐啊，重坐。知道你们的婚礼其实是我们准备的吗？啊？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们婚礼当天他们都在。对，有吗？想在哪儿？有可能。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，好像有人闪过。拍什么照片？外景，什么人闪过？没看清，有人闪过。究竟是谁闪过呢？我们看一看 VCR 喽。妈妈，请喝茶。池子来了啊！小心小齐啊！接下来我帮你们布置你们的婚礼现场，好不好？这必须得有个交杯酒啊，对不对？交杯酒我来安排的。钻儿辣女，很吉利，有没有？儿女双全，龙凤呈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喝了。星星姐姐，新婚快乐。看得出来吗？当时没看到。最后，让我们进入有钱花惊喜时刻。双程的、二人的、泰国玩的机票。啊！谢谢，享受你们的蜜月 ，OK， 享受蜜月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享受蜜月，享受蜜月，谢谢，别哭了，
别哭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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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出发啊！有钱花，祝二位新婚快乐，用钱就找有钱花，太开心了！哎，我也想来这样的节目。我希望做观众，我不希望我就是站在台上，我就是觉得来了之后，然后突然一顾的吓死人的这种感受，是不是？哇，他真的还没笑完了，真的继续很开心。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又有惊又有吓还有喜，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很红嘛，就是工作量比较饱和，周一到周五呢都在工作，都在录像。到了周六，我一般呢就会集中精力，花一天的时间看我周一到周五的节目。我的这种生活不提倡，希望大家都能出去玩一玩，逛一逛，比方说逛商场。那如果有一天你逛到商场，进到了电梯，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呢？今天我来当导演啊，我们今天就在电梯里给大家送惊喜，我们接歌赢奖品。先去一楼。你现在什么感受？我现在马上开始，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带给人家欢乐。海阔天空，塞耶，哦耶，好，海阔天空。挫折感有点尴尬。再见开启我，你来来来接歌 Lady Go， 再勇敢以后来，想要哪个礼物？谢谢。冷漠的人，谢谢你们曾经。让我不低头，跟精彩的活。知道吗？我叫什么？姓。那我的全名叫什么？我的全名叫我要你的微信。会唱吗？会唱吗？习惯伤痛能不能再收获？哎呦，唱得不错哦。老师升半个音。升半个音。海阔天空。再勇敢以后，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。厉害，好像还可以，再来。海阔天空，再勇敢以后，要拿执着将。觉得你今天可以拿四个礼物，来，挑一个不同颜色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唱得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拜拜。他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将命运的锁打破，冷漠的人，谢谢你们曾经看见我，让我不低头。更精彩的我，前两句真的是这个调，谢谢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以后啊，以后别再唱歌了啊，别唱了，拜拜。哎，要那执着将命的锁打破。最后大合唱。海阔天空，在勇敢以后。
感谢这些歌迷们啊，我们这个活动还会继续，你只要喜欢的歌手我们可能会去出现你们的电梯里面。今天我们的活动到此结束，你们开不开心啊？我们就是送快乐送开心啊，没有礼物还是送快乐，拜拜，我们掌声给戏啊，掌声给戏啊，谢谢大家，辛苦特别辛苦，三天了没有吃饭啊，在这唱歌，海阔天空阔了三天了啊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刚才我们的那个 VCR 呢，就是在商场里面，所以希望大家没事也可以去逛逛商场。但是，我们的节目叫没想到吧？我们怎么能随随便便拿一个 VCR 就把这么了不起的环节过去呢？我们一定得有现场接唱。各位，唱歌能力行吗？我重新问一下，如果接得好，有礼物，唱歌能力行吗？各位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现场接唱环节，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接唱大嘉宾，他的名字叫做信。One night in 北京，我留下许多信。回家，回家。不管你爱与不爱，必须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北京，不要看你。什么？不要看你？我唱不行吗？大家刚刚说。祖蓝，祖蓝。今天的嘉宾是王祖蓝，我就出来了。看信，祖蓝信。这个你太不可信了。祖蓝，不用特别多的表演。信，我要看信。OK， 好的，刚才电梯门开错了，好吧，来，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惊喜接唱环节的大嘉宾，是。One night in 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。不管你爱与不爱，我长高了，很像，对不对？1.9米了。One night in 北京，留下许多情。阿克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人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，站在城门外，穿着腐朽的铁衣。五环城门台眼中含着泪。掌声欢迎信。大家好，欢迎信，这么大的歌星来给大家送惊喜，关键是接唱啊，接唱，接着他唱啊，接着信唱啊，而且我们在这是有要求的，不要随便降 key 啊，不要随便降。我在 KTV 见过一些人唱这首歌，怎么唱？我爱你北京，我留人说北方的狼。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今天真的现场了，要看你的带领了。OK， 好，有钱花支持你的梦想，接唱成功，都可以有一份意外惊喜。来，信做准备。One night in 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。谁能接？没有人会，没想到吧？啊，没有人会？不可能！哎，池子那块有，那池子那有人举手。来，升 key 啊！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我怕走到百花深处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你这也一样，不是，错了一个字是对的啊，真棒，真棒。而且你唱歌听着确实挺害怕的，都嘚瑟了，是百花深处。来，信继续。你真的会吗？你真的会吗？哇，这有点难哦，这有点难。Ready Go！ 面如顽强的老人，依旧等着那出征的贵人，对不对？贵人，
礼物给你。哇，这个好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不错吧，谢，真心厉害。来，谢，我们继续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。来来来，这有个女孩，这有女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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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孩。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再一次。再一次。你要看着我唱。想。姑娘是牙掉了吗？是怎么？镇定。不享受，我觉得他现在享受不了现在，他现在想跑，他现在是想跑。三二一，来。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，我们相信才会存在。是对的。我觉得我们请错观众了，对，他怎么就激动成这个样子啊？今天还有人这么喜欢信吗？其实我也这样觉得。痛快，感情多深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白。他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死了都要爱，死了都要爱，不哭到微笑不哭怪，感情多深，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。我先告诉你啊，大声跟高音是有分别的。OK， 唱得太好了，100块还你。哇，而且，哎，你有一点特别棒，你很流畅的在中间自己换 key。都要爱，就是 KTV 我见的那种男生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离开怀就怕受伤害，许多奇迹我们相信在。我可以 Q 一个人唱吗？死彼此不崇拜，感情多深，思念不复快，到绝路都要爱，风天荒地老不崇拜，不怕热爱变化来，爱到飞到天。精彩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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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信来参与我们的接待环节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走的有点落寞呢，怎么？非要把这惨烈的事实说出来？哎，别说那些，咱们。你少说话。嗯，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下班了。你的先走。我也下班了。下班。没想到啊，我提前下班了。去，你也落寞点走。好嘞。你知道，哎，你知道我让你去干嘛是吧？知道啊，知道。哎，没有问题。让想不到，让他们想不到。下班。我先走。我要送礼了，开始。
哎，你们三个是这么冷静的，怎么？都结婚了是吧？都结婚，你们老公怎么没来呀？怎么就你们仨来了？怎么？他说今天约了朋友去爬山。你老公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你老公？我也不知道，没说。不知道。来看看你们老公到底干嘛的啊？三位，你们的老公现在所在的位置，都是距离我们的录影棚10公里的地方，在三个不同的地点，会同时出发，跑到我们的现场来给你们三个送惊喜。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，你们好。很好啊，这老公。当然的。有跟观众打招呼，没跟自己老婆打。是的。唐小琴的老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什么没有声音？这打招呼的方式很奇特呀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你们觉得你们的老公生活里面浪漫吗？他都是去外面参加比赛啊，比如像西部啊，参加一些越野的比赛，然后会视频电话把当时看到的景色啊什么的跟我分享。哦，这个也不错。什么不错呀？哦，景色，分享景色。哦，那个男的去了，这个女的没去，在家待着呢。那个男的说，哎，你看我景色好好，这份礼物喜欢不喜欢？我送给了你大江大河，哪有？我离开家我多开心。哎，大姐呢？老公送不送礼物？没有送的。送过吗？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过程的呀。大姐，她对你有没有爱称？没这么懂自娟。那我们现在叫你的就是爱称了是吧？对呀。董自娟哦。没有哦。我们看哪一位的老公最先跑到现场，有大奖。三二一，开跑！好，准备出发了。10公里，我觉得根据我一直在跑的经验，半小时。我估计以他们的速度大概40分钟。来，我们有请你们来的 VIP 席， VIP 席看着你们老公跑步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三位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一个勇气和智慧并存的环节，祖蓝，对吧？还有忠心，关爱，关爱。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环节，跟你们都有关系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再次印证一下我们说我们认识所有人这件事儿。嗯，那去，咱们抓人好不好？来。 Hello， 好久不见了，你认得我吗？上次啥时候见的？你在酒店工作是吧？然后呢？所以杨先生，来吧，跟我到舞台。大家觉得马斌是什么职业？你们觉得马斌是程序员，这就说明你们和我一样了解他。公司怎么样？非常好。收入呢？我的收入吗？但我问你，老板的收入合适吗？8K。8K， 工作几年了？3年多。来，我让你上台，行吗？你看我们那块还空着位置呢，所以叶琴琪来吧。你知道让你上台干嘛吗？选帅哥吗？他俩站在那儿让你选，你是不是把自己也说得太尊贵了？来，叶琴琴，上台，上台，上台。我们给你们三位分别找了搭档。对，如果等一下抢答的时候你们答对了，自己有一分；如果答错了，你的对手有一分。
到最后输的朋友，你的搭档就要跳下水池受惩罚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是的。那你想知道你们的搭档是谁吗？就是你自己的老板。来吧，李诞已经准备好了。来，三位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是实习生的联合创始人陈俊宇，大家都叫我俊宇哥，一位长得像70后的90后。你是谁的老板？叶老师的老板。啊，我是来自沈阳奇辉机器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的李阳。你的员工就是那个8K 的那个是吗？啊，对，就8K 那个。他，我感觉他今天如果是表现得好吧，回去能涨；他要表现不好，估计工资还得降。就要是今天浑身湿透，你打算给他降多少呢？降到2K 应该可以吧？啊，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红进普居酒店管理公司的，我是公司总经理潘全秋。杨征是我的员工，我也是杨征的搭档。杨征，加油！加油！我觉得他的这个加油里充满了威胁。杨征，加油啊！第一题，听歌词，猜歌名。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啊杨征。杨征，你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？来，请回答。黑猫警长吧。黑猫警长。啊哈哈，黑猫警长。还有很多歌前面是啊啊啊啊。不是，最近在家一直带闺女唱这首歌，所以有点敏感了。杨征，你回去下仔细听一下那歌，那个歌是哈哈哈。啊。我说的是啊啊啊。啊啊，所以恭喜你答错了。答错了。耶、yeah、开心吗老板？特别开心，很无奈的开心。你是主动的错吗？确实对啊啊最近特别敏感。继续猜。啊啊啊，当山峰。来答题。《还珠格格》的主题曲吧，应该是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各位安静。叫当。哦，真的？你确定？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。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？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祖蓝，出题。老板非常紧张啊。非常紧张。老板们都很紧张。来，杨征，使劲抢啊。嗯。请看大屏幕。抢抢抢抢抢啊！杨征抢啊！杨征，零分。杨征抢呀！潘老板等着你啊！杨征，别管对不对，先抢。杨征，有点骨气，抢呀！杨征，杨征，抢！坏了，亮了吗？杨征，你又抢，好，杨征又抢了，你又抢了，杨征你又抢，杨征请回答。凤梨，什么？对对对对，说说说，你刚才说出对了，你刚说出来了，我现在怕了，哥，没有，你说呀。不是你落水，说这什么水果？刚刚说出来了，真的。它叫凤。凤梨。然后这现在是什么颜色的？黑的。然后大声说。连续说。黑。说对。黑凤梨。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你看你老板，你看你老板多紧张。说吧，杨征，咋笨不死你呢？说，快说，黑凤梨。五、四、三、
二，喜欢你。哎呀，叫什么？喜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唱出来的时候是黑风梅。老板，你想他答对答错呢？潘老板，希望他答对吧，肯定得答对。老板懵了。来，我老板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的员工，不管答对答错，回去之后都开除。但是，你暂时还不可以开除他，因为他答对了，喜欢你，黑风雷。来，最后一道题，请听题。刘德华的忘情水是谁给他送的？是谁给刘德华的忘情水？是啊哈吧？为什么你对啊这些字都？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对了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杨征还可以呀、啊。我觉得为了不开除嘛，不被开除。杨征是喜欢整老板的。杨征是的，所以有时候答对，有时候答错。李诞，伟大的时刻到了，目前杨征两分，马斌两分，叶琴琪一分。所以叶琴琪的老板，好自为之。我准备回去可以更新简历了，这样子。关键更新简历的时候，你怎么描述辞去上一份工作的理由？我坑了自己的老板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别拖了。一路走好。我来推，我助你一臂之力嘛，需要吗？需要。兄弟们，下一位兄弟，我们走吧，朋友。再见。拜拜。感受到了员工对你的爱吗？对，深深的爱意。深深就像水一样深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回去不要报复啊。哎，小叶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好，我赶紧去更新简历。对对对，你在那块站着也尴尬。马上去改一改。主要是离职理由，好不好啊？那个，这样，二位，你们还得再有一轮的竞争，只有一个老板能干着在上面待着。最后一个比赛，谁输了，你们的老板就应声入水，啊，说出老板身上的十个缺点。少跟我们糊弄，少来那套，你就是太努力，你对员工太好了。各位，谁是评判人？我们。OK， 真缺点。他说了一个缺点之后，我们说过才算过，好吗？谁能够率先说？这样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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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一个一个，十个，十个。你们有那个举牌的权利，绿色就过，红色就不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扎心啊！杨征，开始。熬夜算不算？熬夜？他不是为了工作熬夜。看，他不是为了工作熬夜，不算。好，你来说。乱扔衣服。乱扔衣服，什么意思？我跟我领导住一起嘛，然后他的衣服都得乱扔，乱扔就得我帮他收拾。算过不过？哦，大部分过，过了，大部分过。好，一分了，一分了。来，杨征，你要努力呀。快快抓紧，杨征。
现在的天气比应该天天洗澡嘛，两天洗一次，三天洗一次，有时候不讲卫生算吗？哦，不讲卫生算不算？啊，算，过一分。我要降低指标，谁先达到五个就算赢。扎心的，扎心的，扎心的，快！熬夜拽我玩游戏，强迫员工陪着他玩游戏，算不算？啊，算，都有共鸣啊，你们是不是？好好好好，大部分算算。要是强拽员工玩游戏也算的话，那强拽着员工喝酒算吗？算吗？哇，算，好，强拽。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答应帮我干活，但是一到干活的时候就不干了，算吗？这算什么老板？他晚上有时候非拽着过去陪我跑步去，陪锻炼，对呀，这算吗？啊，我大部分认为，你看不算，不算，说话不算数，说，比如说。比如说给我涨工资不给我涨，算不算？哇，说话不算数，人家入职都三年多了，多少钱进来的？7000多，差不多吧。7000多进来了，三年半了，现在8000。你还说你们公司不错，真是。好，说得好，不给涨工资最可恨了。四个了，你这还有俩，你这才俩。一直让加班，说给补假给补休，最后啥都没。哦，没有补假、啊。100%，你看，各位你们看一下周围绿色的海，100%的老板恶行。哇，好，说的好。哎呀，三个了啊，你再能得一个你就赢。其实我们就是给你们发泄的环节。来来来，使劲，使劲。就是把10个人的活都给我一人做，算不算老板恶行？好，算。哇，再说，我太喜欢这环节。他不是已经赢了吗？你再说一个更猛的，我算你2票。说，是吗？对，是。你再说一狠的，我算你2票。我没听够啊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左蓝，看外面那俩脸都绿了，放弃了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爷们儿？是啊，前面那些坏话已经说了，反正回去也没有什么好果子了，就继续呗。那坚持，坦坦荡荡嘛。太喜欢开会了，还不没时没晌的，天天开，有时候一天开2次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。都聊什么呢？关键聊的都是有的没的，基本上没啥用。老板为什么要开那么多的会呢？就是证明他是老板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这个算不算？全票哈。现在评分了吗？还有2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刚才呢也就和杨征开个玩笑嘛，那一票就是算一票嘛，怎么能一票就算2票了？没想到吧？有的时候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自由度是很大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特别不喜欢老板给人开会，第一，第二，我特别不喜欢让人加班之后不给人补休，我觉得这样的老板，不下水不足以平民恨。OK， 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马斌。没想到吧，内心很太突然了，觉得很内疚。潘总内心也内疚，你看潘总现在的表情，看。杨征，下个月咱们旅游你就考虑不用去了啊，这个10月份的所有夜班就你一个人了啊，以后不给你开会，只让你干活。马斌因为作为一个好员工，今天真是给公司给老板长面了。所以你会没想到的是，我们居然还有全套的家电组合送给你呢。今天一个是我特别幸运我没落水，我也特别幸运能听着我同事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有这个心就是好老板啊，有这个心就是好老板。我们为什么这个环节叫对不起老板？
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，让老板和员工都有各种各样的没想到。最终呢，我们希望促进的是大家之间彼此的沟通和了解。以前老说中国好公司、中国好员工、中国好老板，重要的是大家只有更密切的沟通联络，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才能有和谐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，才能够有更好的公司氛围。所以再次谢谢杨征，谢谢马斌和你们两个的二位老板，谢谢大家。各位登录微博关注东方卫视没想到吧官微，进入没想到吧话题页，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，同时参与每周微博的竞猜活动，答对三题以上的观众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。现场互动也互动半天了，大家也都没想到吧，我们现在更想不到的是那三个人跑到哪儿去了。对，我们没有忘记你们，这样我们把他们都请上来吧。 OK， 有请三位。咱们现在看看那三位到哪儿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有什么话跟自己的媳妇儿说？老婆，就其实之前一直就是往外跑，然后去比赛，或者说去参加一些活动，然后家里一直都是你照顾的，孩子还有父母，其实借这个。没有想到吧，这个舞台，我在这儿对你说一声，老婆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哦，下一次就别光把景色拍给他看，带他一起去呗。希望他接下来少跑一点步吧。今天的跑够了。对，就是身体更重要吧。把冠军送给老公。小琴，哎呀，他给你个什么样的一个惊喜，你就会啊，浪漫的不得了，觉得。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回来抱着我。爱很简单。爱很简单。如果有一天你们老胡回来说，哎呀，我好爱你，你也害怕。哎，到来来来来了。你看，我说什么？没想到吧？没想到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厉害了厉害了！第二名有请。我赚光了。哎呦呦呦！哎，这也来了，来。哦，欢迎回来！欢迎欢迎吴昊回来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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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跟三位妻子说一下。他们仨特别认真地瞒着你们，就是想用跑步的这种方式，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的媳妇儿一个突如其来的浪漫。也许浪漫这个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肉麻的方式表达，他们选择了他们最擅长的方式。来，胡大哥，浪漫宣言。董子健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婚礼，没有彩礼，甚至没有任何仪式，我就把他骗到手了。他跟了我30多年啊，风风雨雨，经过了多少坎坷，所以我在这里呢，也非常的荣幸的，就说向大家，就是做这个承诺。我爱他一生一世。谁说他不会浪漫呢？
谢谢赵哥老师，哪里谢谢哪里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来吴浩。我也不会说话，我就来个拥抱吧。感谢老婆这么多年给我支持，老婆辛苦。老婆刚刚说了，就是最喜欢你回家的拥抱。哦，而且你们是不是以为，就是我们站到这领奖台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如果就这么结束了，我们的节目就不配叫。没想到吧？以为就是我们站到这领奖台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因为好像生活当中真的缺了一些我们理解的那个浪漫，所以我们会把他们都送去泰国玩，三队都会得到泰国的双人机票。需要用钱的时候找有钱花，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礼物。真正的礼物不是这次跑步，对。真正的礼物是他们仨居然给你们仨准备了，哦，我不说了，就看吧，看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三个去准备吧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我这么爱的就是你，失去太多的当初参加这个节目，其实都是为了玩嘛，就给老婆一个惊喜。但是，并没有想到会拿这么个大奖，惊喜惊喜。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新的拥抱。这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，都有节目组的人在跟着，就感觉非常感动。这是我用矿泉水瓶和张绍刚老师换的。保温杯，获得了这个耳机的这个奖品，超喜欢。没想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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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到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，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大屏幕上都会出现没想到吧的二维码，只要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任意一个二维码，进入到没想到吧的小程序，点击惊喜按钮，观众就能领取我们送出的专属惊喜。各位别换台，记住要扫码。耶，谢谢今天的所有观众朋友，下一期同一个时间，东方卫视没想到吧等着你，拜拜。没想到吧！感谢网络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、优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观看《没想到吧》全程视频及精彩花絮。感谢新浪娱乐、凤凰娱乐、中国新闻网、人民网娱乐、新华网娱乐、中国网娱乐、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日报网、粉丝网、360娱乐、爱豆等网站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新浪新闻客户端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网易新闻网一号、今日头条、西瓜视频、百度百科、百家。